来自大天使加百列信息。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我是大天使加百列，你们好。一，大天使加百列，成为你生活的领导者。来自光之讯息的博客。如果你感觉特别不舒服或反应强烈，很可能是内心的创伤或对你安全的恐惧已经被启动。与其抵制环境，这只会让这个循环永久化。为什么不停下来并扮演观察者的角色呢？暂时放手并提出问题是收集资讯并扮演自己的治疗师和指导者角色的绝佳方式。问：这是对当前情况的合理反应，还是表明旧伤需要我的爱和关注呢？大天使加百列说，一旦你评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介入并为自己提供所需的东西。通常所需要的只是认可和一些令人安慰的自爱和感情。亲爱的心，你的生活充满了改变的机会，成为你生活中明智、有能力、有爱心、疗愈和领导表达的人。扬声就是这样，能够透过更高自我的观点和智慧来看待自己，同时爱与仁慈和承认你美丽温柔的人类自我。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可以如此完美地扮演这两个角色。大天使加百列，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大天使加百列，尊重自己。通灵上塔加布里埃尔。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有时你们对陌生人比对自己更友善。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光之存有，记住这一点，因为在尘世人世间的身体里并不容易。倘若对你们的要求有很多，您可能会陷入日常生活的挣扎中，以至于感觉没有时间记住自己的精神。然而专注于你的精神会让你在地球上行走更加轻松。用仁慈和爱来荣耀自己，你并不孤单。无限灵在并没有让你在地球层面上无法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获得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有天使。天使是来自上帝的使者，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尘世生活更轻松，为黑暗带来光明，并提醒你，你被难以置信的爱着。我们知道您的挣扎，我们知道您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为你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而祝福和尊敬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尊重你内心深处的样子。我们尊重你那包含灵魂本质的部分。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仁慈和爱的火花。我们对此表示祝福和荣幸，并要求您也这样做。你越是祝福和尊敬你内在的神圣之光，它就越成长。这种光增长的越多，你感受到的爱就越多，你拥有的能量就越多。你内心感受到的爱越多，就越想给别人更多。透过这种方式，世界得到服务，更多的光被带到你们美丽的星球，此时需要巨大的祝福。我们要求你们善待自己，像善待他人一样善待自己。没有爱和鼓励，孩子就不可能成为健康的成年人。然而，你对爱的需求永远不会过时。请记住，重要的是先给自己爱与仁慈，然后才能将爱与仁慈完全给予他人。实践，一个人如何爱自己呢？你可以从小事做起，将手放在心上，呼吸爱和感恩。每次照镜子时对自己说，我爱你。记得每天要认清自己工作有多努力，
为他人付出了多少努力，对孩子有多关心。无论你能想象什么，认清自己。如果你想不出任何事情，只需认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度过了又一天，并尽了最大努力。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它的功能却非常强大。爱和尊重自己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内心深处的你是谁。一个每天都变得更强大、更完整的光芒四射的光之灵。这就是你的真相。你可以透过健康饮食和做一切对你的身体有益的事情来爱自己，但真正的爱和荣誉始于你对自己的感受。你来到地球是为了以形式表达无限，并学习充满爱、快乐与和平。责备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还没有完美地表达这些特质。你没有得到地球上的生命手册，所以唯一的学习方法是透过尝试和错误，以及透过经常痛苦的经历来鼓励你，透过你所做的选择来成长。你的选择和你是谁都会对地球产生影响，请尊重这一点。有很多方法可以温柔地爱自己和尊重自己。我们请求你给予自己仁慈和同情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尽你所能，并呼吁更高的力量随时帮助你，无论情况多么平凡。天使是神圣的使者，他们在这里帮助你，祝福你，最重要的是爱你自己。接受这份爱并记住，温柔地、充满爱心地尊重自己。大天使加百列，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三，大天使加百列，爱并尊重自己。通灵上塔加布里埃尔，我们正在接近加百列讯息中，心怀慈悲，富有同情心，永恒的智慧，为我们提供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见解和灵感。在本周的版本中，加布里埃尔书籍和资讯卡套装中的第一个讯息帮助我们记住，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荣耀和尊重自己，将天堂带到地球。加布里埃尔本周的资讯：温柔地、充满爱地尊重自己。大天使加百列，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收到大天使加百列的这则讯息时，我不知道要尊重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在军人家庭长大，父权体制没有空间尊重女性，他们有很多严格的规定，我在那里的时候都反对这些规定。讽刺的是，当我不再处于那个系统中时，我发现我已经采用了与我内心的声音相同的规则。我成了一个严厉的工头，对自己要求完美。当我无法达到那种地位时，我会变得无情。而这总是让我不断觉得自己不够好。当我50岁的时候，我痛苦地意识到，对自己严格要求是没有帮助的。毕竟如果我当时没有开悟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直到1999年那个动荡的一年，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结构都崩溃了之后，我才开始发现对自己有同情心的力量。天使告诉我，让自己被纯洁之爱的翅膀包围。听起来很甜蜜，那时我非常需要敞开心扉，接受祝福。当我屈服于透过我工作的更高力量时，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让自己接受神圣之爱之光是我做过的最有滋养的事情。我一直是个对他人给予仁慈、善待他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把我愿意给予自己和给予他人一样的爱，对我来说成为一种新的体验。我发现慈悲是一种非常高频的能量和力量，
可以让我提升到新的境界。事实上，怜悯让我以一种真实、诚实的方式爱自己。我听说，我们给自己的爱是在疗愈我们与大自然的联系。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融合的存在，将天地结合在一起，将我们与神圣源头最广泛的连结带入我们的身体，与我们最人性的自我融合。这样，每个人都会与自己以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谐相处。这个想法给了我很多启发，并回答了许多有关如何促进地球和平与繁荣共存的问题。这种对自己的致敬扩大了我的意识领域，并与我的更高自我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它让我听到内在指引的真实、甜美、真实的声音，向我展示新的生活方式，尊重我是谁以及我灵魂最深处的真理。从这里，我可以用细腻和爱来荣耀自己和所有生命。神圣的存在，感谢您帮助我记得爱自己和尊重自己是多么重要。愿我为我内心的每一次互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尊重，鼓励我的心放慢脚步，先爱自己，这样我才能以开放的心对待与他人相处的每一种情况。感谢您向我展示大自然如何回应我每时每刻都更爱自己的新能力。当我运用大自然来展示神圣之光的真正滋养和流动时，请帮助我在自己内部以更大的方式扩展这些连结。我要求成为一个融合的存在，透过我的神性的体现，将天地结合在一起。让我随时接收更多的爱，更多的智慧，更多与神圣之光的交流进入我的身体、精神和情感体。在我所做的一切中，愿我成为这个星球上更伟大的爱的存在，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内心知道这个真理。就是这样。来自大天使加百列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